节目上的朋友掌声鼓鼓。今天对着新加坡的朋友大声的鼓鼓。有什么英雄带来的酷儿，什么来看风花的节目，我们要空军准备做手，我们要时间多了，相信一生的真诚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首先要为大家请我们的家长说，左手的位置啊，我哋左手边。好，右手边啊，我哋先生都唔得嘅啦。好着嘅，好着，好着，好着。工作員係啦，佢要擔上台上面嘅，我哋會俾掌聲同大家坐低傾下偈啊！陳老師，睇佢咁對面啊！坤哥，我叫坤哥，唔叫主持人。好啦，先坐兩次。第一次嚟到香港出席我哋嘅粉丝见面会啦，心情系点样呢？大家激唔激動啊？最激動嘅聲量可以咁大聲啊！喺我代表答嘢嘅時候咧，記得可以細聲少少啊！可以聽到聽到佢答咩啊？好，再嚟啦！下一條問題，對香港嘅印象係點咧？有冇特別想食嘅嘢咧？或者去嘅地方咧？其實香港嘅生活環境好啲啦，已經。我相信全场都会好靓仔啊！系啊，我哋都
又會繼續見到我哋嘅主角，冇錯啦。我哋呢個時候咧，仲有啲嘅問題咧，就係收集住我哋全部朋友嘅，咁我就會代表咧去問一問我哋邊個石，睇下有啲咩問題先啊。第一條咧就係關於一個叫做廁所跑嘅，咁就大受歡迎啦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中拍攝嘅花絮或者一啲嘅趣事咧？재밌고또저한테선물을주는게아주좋고특별한것같아요